香港是借落的時間，借落的地方。 而家好分裂，尤其是日日睇到唔同嘅傳媒，大家嘅取態咧就會越嚟越分歧。香港，我覺得已經係喺我心目中係全世界最民主嘅地方。參與政治呢樣嘢啦，從體制方面去作出改變。 大家可以俾一個機會香港，或者俾一個機會我哋啲後生嘅。事實上，而家出嚟搞破壞嘅，的確係香港人。我心痛就係我哋唔應該係咁。香港依家成個社會情況、制度底下，不斷咁將香港人呢個民族嘅文化，去不斷去俾人抹去，我唯有將我行動升級咯。